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豆子姐姐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它啦，丁丁指环王。这个游戏里边啊，有小卡片，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指环呢。我们要根据这个卡片上面的提示去完成任务哦。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吧。淘淘来了，看我的五指环。豆子，我们今天来玩什么？今天玩的游戏挺简单的，就是根据这个提示，然后完成游戏的任务哦。啊，原来我们是要做任务啊。那是要把这个彩色的手环就这样套在手上吗？对呀、啊，那还挺简单的呀。还没有那么简单呢。我现在呢已经把一个娃娃身上套满了彩色的指环，藏在了一个地方。那个娃娃肯定很漂亮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呢，你们要通过完成任务来寻找线索，找到这个娃娃在哪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一共呢三轮任务，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的任务吧。好。游戏规则：编导随机翻开一张游戏牌，成员有五秒钟的记忆时间，时间停止后，成员需要每人轮流依靠记忆，在一个成员的手上套发圈，共有五次机会，成功套对三次及以上，则可获得一个线索哦。来，豆子，你看啊，哇，这么多！一会儿怎么玩啊？我们要开始做任务了吗？对，现在第一张卡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用我的手吧。好，第一个，第一个先，不行，不可以提示，不可以提示。下一张卡片，这轮卡片作废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说话。五、四啊，那只手，那只手。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来吧，那我先套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这个啊、哦，对，第三个是，不，嘘啊，对，谢谢聪明，耶耶，那我们看一下手心，完全正确，耶、yeah! ，下一张卡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我来，不对吗？好，第二个，继续，可以反悔喽。对呀、啊，继续。对呀，把手放好哦。不对吗？下一个你，我这个是这样的呀。好了，继续。我们还差一个，差一个。你放在哪里的？随便放，就这样吧。这样子呢？把手心朝前，完全错误。草豆，越草越草。下一张卡片，五，你记这四，我记这俩，三，等会儿这俩是啥？二，一，时间到。第一个是这个。这个，第三个是这个，第四个是这个，对吗？站过来，完全正确。我们下次就按这个方法记，我记这两个手指头，你记这两个手指头。你们再对一道题的话，就可以成功了，就可以获得线索了吗？对，加油加油！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卡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时间到喽！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粉色，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粉色，红色。豆子套第二个，我忘了。我忘了，豆子，红色、绿色、粉色，淘淘说的是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粉色。那红色、绿色、粉色、红色，不可以提醒。那既然都忘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完成不行。你没有说到橘色和黄色，还有白色。那边反正这边啥色我没看，那咋怎么办呀？我只记得这个。那，
又白色，好像不对吧？嗯，好了，接下来是什么颜色呢？这个豆子，这个不是吗？淘淘，还有一个呢，再炒一次吧。你这个不对，你这个不对，那怎么办？对了，淘淘淘，最后一个吧。让我看一下，手心淘淘套的完全正确，豆子套的一个都不对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们肯定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啊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慢点数，来上最后一张卡片，肯定特别快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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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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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得是这样吧，对对，不对，是这样，是不是？对吗？对了，哇，天哪，我们的线索了。对，现在要在手机上给你们发布线索。好，我手机呢？看我的吧。那游戏规则吧。游戏规则，编导会在自己的双手上套上发圈，成员分别记忆编导左手和右手的发圈位置，一个位置正确则获得一分，获得20分以上则可获得第二个线索。我叫安琪拉，其实我很强大，吓死我了。来吧，看一下这一轮的，我要伸出我的手了。来吧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。好嘞，我叫安琪拉，其实我很强大，可前提是千万别碰我的黑魔法，不然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我的黑魔法。确定了吗？确定了。看一下你得了多少分。一分，两分，哎呀，拉一分。我是三分。我也是三分。那第一轮你们得了6分。好，看一下第二轮吧。第二轮什么题目呢？四、三、二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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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分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只能得一分。三、二、一。那我也看看呗，他都看了。我几个摆完了？不行。二。一，哎，哦，我好像都对了呀！叮咚，叮咚，哒啦哒，好像是这样吧？看一下，一分，两分，三分，四分，五分！啊，我只得了3分，那也很棒了，涛涛。我们一共是8分，那我们看下一题。我们现在已经是14分了啊，4分了。我们只要再得6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线索了。对，这一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多，你们肯定能得到6分。哇哦！噔噔！我的妈呀！哎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谁先来的？不是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你的这个好复杂。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紫的、绿的、黑的、黄的、灰的，掉了。完了，他怎么摆的来着？那你确定这些都对吗？但我的现在已经6个了，我觉得我的都对。那不如我们看一下答案。再给你3秒钟的时间，三、二、一，怎么就没了？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我要公布答案了。好。啊，我这个反了。错了。一分，两分，三分，四分。没了。没了，就4分。我得了一分，两分，三分，四分，五分，六分，七分，8分。你确定吗？这个是这样的，
这个是这样的，所以你得了几分呢？所以我觉得有两分，一分、两分、三分、两分、三分、四分、五分、六分、四分、没事没事，四分我也是四分，我们是八分，就是24分还是六分，我们都可以得到这个线索了。看一下线索吧。那现在我要给你们发布线索，来吧，线索是什么？线索是什么呢？他会不会不好呼吸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把人家的鼻子给绑起来了。你们一定要仔细看哦，因为这个图片我会没收的，在最后。哦，那我就先保存。我们先绑起来。你们猜出这个娃娃是什么了吗？猜出来了，细菌小子。对。好，那你们还有最后一次得线索的机会。好。游戏规则。成员依次完成任务，首先分开游戏牌，接着走到中间，大象鼻子转三圈，并用5秒钟的时间记忆编导手中的场地名，最后走到终点，正确套对发圈，并说出刚刚记忆的场地名，才算挑战成功。每名成员有2次机会，两人共成功2次及以上，则可获得最终的线索。这一轮呢，我是先带我们队出战，但是我觉得这一轮太难了，我好像没有什么希望能赢啊。但是我会加油的，找到线索的。那计时开始。绿色、粉色、白色、黄色，绿色、粉色、白色、黄色，绿色。绿色，好，你可以拿着，但是不要看了。绿色、粉色、白色、黄色，绿色、粉色、白色，克雷雅未，克雷雅未克，时间到。我不用多多转，多转不行，多转了。克雷雅未克，克雷雅未克，克雷绿色。绿雷雅未克，绿不对，不是啊！雷未雅，绿绿为喇未克，绿色、白色、黄色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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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50秒了。粉色、白色、5色、绿色、4、绿雷雅未克、2、1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先看一下你的这个对不对？绿色、黄色，对了对了对了。六毛，那你的名字是什么呢？绿雷雅未克，绿卫雅维雷克 ，no， 雷克雅未克。让我们看一下淘淘的吧，我失败了。你好，现在到我了，开始计时吗？计时开始。淘淘加油！这是这只手，蓝色、白色、绿色、黄色，往前走啊！我说完了。原地大象鼻子转三圈，1圈2圈3圈。好了，看卡片，我抱希望了我。卡片，看卡片啊！哎呀，在这儿的卡片，这个卡片，墓室前方，哥斯达黎加。好。
白粉橘白蓝绿粉白粉绿，拿出你的卡片，俄克拉荷马。对啦，对啦，耶！俄克拉荷马，我们来看一下桃子的吧。到我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好。蓝色、白色、粉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白色、粉色，好。一圈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。看卡片，贝尔格莱德，橘色，不，蓝色，蓝色，绿色，白色，蓝色，白色。紫色、红色、蓝色、橘色、粉色，名字叫什么？哎，贝尔格莱德，正确了。啊第三条线索，棉被，那我就是羽绒服把外套拆了。这个应该是卫生纸吧。不是，看这棉花，是棉花。你们把被给拆了。你们现在记住彩色圈套的地方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分着来。你记第一张，我记第二。我记这两个，我记第一张和第二张。行，那我记这个。绿色、黄色、粉色、白色。五、四、三，还限时啊！二、一，时间到，你们要去找了。好，要不我们分头行动。行，你负责哪儿？我负责那边。我负责那边。好，中间集合。好，耶。我走。走。我得到一个好消息。这是我。有棉花的地方就是有枕头，有枕头不就是有被吗？提示你在箱子里。这边是白色，我刚才翻着翻可长时间了，都没找着。好了，完成任务。我们的定指环王颜色成功了吗？成功啦！耶，多亏了淘淘才可以找到呢。那我们有奖励吗？本来我是没觉得你们能成功的，所以我只给你们准备了惩罚。小看我们，惩罚是什么呀？本来惩罚就是要在你们的脑袋上扎一头的小辫，用这个漂亮的指环。啊！那哎，天咋了这块？哎，体验一下被折磨的机会吧！反弹！现在惩罚到你们了。反弹无效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不知道是一二三，不知道是哪三个，其中一个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从前都是你们来惩罚我们，终于到我们站起来的时候了。人民站起来了，也没了。他们准备好了。来，坐在这里。豆子给来。
相机。采访一下，什么心情？我们要注重颜色搭配。嗯，黄色配蓝色是最好看的颜色。以后还折磨我们吗？折磨。我呀，我谁？韩导折磨你们。我怎么感觉他们以后会折磨得更狠呢？我也觉得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韩导。嗯，我也救不了你啊。粉色，粉色。哎呀，太可怜了。哎，可以扎出那个花园宝宝。韩导。花园宝宝。机器啦啦波波叮啊，我给你打一个叮，天天宝宝说你好。你开心吗？你快乐吗？好开心啊。这个没起来，这个好像，哎哎没起来，我们不如扎那个吧。爽了吗？啊，没那个那个还是得扎满才可以的。这是互相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这我觉得现在很漂亮了。不行，今天扎一个。汉达，你过来呀。这样行吗？行，要散花那种。哇！太美了！我们设计的发型怎么样？2019年最新款啊。非常美，非常美，颜色搭配也特别好看呢。配上这白皙的皮肤，还有这美轮美奂的发型，真的是太美了。那今天的新魔力玩具学校到这里吧，我和豆子走了，再见。小朋友们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。哎。